你们是吧？我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画面。啊？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我在医院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讲话，但我听不清楚在讲什么。我想要往前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就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，就有很多人推着她到急诊室。然后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听到一个。 女人在唱歌的声音，接着就很多人在我面前一个一个晕倒。你又看到时光倒影了，天帝，别再往前了。 早就知道了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随便走进我的心里。我实在是很好奇，你这次回来真的只是因为矫正英国这么简单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欧拉文谢天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直接阻止就好？还是说？ 有没有可能，你这个专门替嘎嘎拉样保守秘密的守密者，都很想要揭穿一切的念头？